今天是11月18日，姐姐往生前的第四天，面对来看望她的莲友，姐姐随即演说佛法，度化有缘人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平平常常过一生，今生遇到净土法门，使我改变了整个的人生，遇到了无量寿经，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汇集善本，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还有我们敬爱的恩师净空老法师苦口婆心的教诲，我呢今生是个幸运人，我有一颗平常的心，平平常常承待人，我有一颗温柔的心，温顺柔和，不怨人，我有一颗真诚的心，真诚清净，不欺人，我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怜悯众生，到如今我有一颗平等的心，平等待人，不分别，我有一颗金刚心，坚固不动极乐人，我有一颗觉悟的心，今生定做大觉人，心心向着极乐国，心心做个佛果人，心心普度众生，愿众离苦得安宁，我发此心为极乐，我发此心报佛恩，今生必定生佛果，决心不动，必成真。平常，我是个柔弱的人，我外表柔弱，心地真，今生就是平常那个这一生，我往生之后报佛恩，为了上报四恩，济三苦，我为佛陀做正转。无量寿经是导航，阿弥陀佛是证明。生前平常所做的事，往生以后全兑现。我用实际做证明，为报佛恩。必成人，往生之后瑞相现，我先写出后兑现，众生看见极乐景，坚定信心，度那个完人，今生不信，看此地，来生必是佛国人。走时谈笑，潇洒走，笑笑呵呵回家园。众生看我真面相，潇洒活脱，健康人。我现随身病弱苦，
发心带众受苦恩。我虽身有重病苦，我身苦心不苦，每天孝敬您，面对众生乐，众生看我心欢喜，众生欢喜我心我欢喜，遵照佛陀去做人，今生定生极乐国，带领无量苦众生同生极乐，做佛人，再来刹土微尘界，分身无数度苦轮，祝愿众生早成就，宇宙祥和归一真，后生幸福，前世做留给幸福后生人，宇宙祥和，放光彩，世界和平，生活稳，众生安乐，幸福生活美又新，从生到老无遗憾，儿女孝顺，家庭平稳，我心境没有波浪，所以我这样表法，让众生都看看我这一生当中，我那个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圣号，那个无量寿经我读了，我读的不多，我也读的时间不长，记那个咒语，我不会，那个我就唯一一个往生咒会背，其他的咒吧，我看不懂，人家用白话文白话给我注到里头底下吧，我没有感觉，也没有兴趣，可能我就今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一句阿弥陀佛，就一生当中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遇到那个我91年，请的佛，就是从请佛以后，我也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20多年吧，我时时的检查自己，我总觉得吧自己，郁闷，那个没有人家别人吧。学的那么快，学的那么好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老法师不说吗，现在就是做当傻子不做聪明人，所谓的聪明人就是视智变聪，你看他挺聪明，其实他做的完全不如法，只有什么叫傻子，老实人，真诚人，实干的人，就所谓的傻子，但是恰恰的就是这个傻子占了大便宜，我今生呢就是真实待人，我吧不会欺负人，也不会恨人怨恨人，那个别人侮辱我，就是诽谤我欺负我，我吧不但没有怨恨，我吧还可怜人家，我说的这个人嘛怎么能够这样呢，那个现在知道了，就是其实你不恨人，正好都符合佛法的要求，那证明我以前我做对了，这一点受到母亲的熏陶，严厉的教导，所以吧一生当中那个胆小怕事，
不敢惹人，因为妈妈说了，别人打你吧，你不还手，你躲你跑；别人骂你吧，你不还口。他那个赶紧的躲开他。所以现在吧，就是明白了，老法师为什么一再教导，就是要感恩。现在就是学佛以后，现在我每天都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我感恩就是过去伤害我的人，我呢也感恩，因为他给我增加了智慧，是教我怎么会做人。我也感恩呢帮助我的人。我呢就是感恩呢今生那个就是教给我佛法的人。我的就是咱们要用这种形式哈，表法嘛，度众生。那个就是那个宋居士说了哈，他们那里头有个乐队，咱们也把那乐队请来吧，吹起来那多好啊，阿弥陀佛声响彻那个天空啊。这个是好事儿，好事儿，这个我赞成，赞成。那咱请啊，我特别，咱现在都有事儿，一个一个咱都落实下来。阿弥陀佛圣号响遍虚空法界，这个好，因为就是这个末法时期，佛运还有9000年呢，9000年的这个众生，只有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能够《无量寿经》能够成就，所以呢，就是说的。那个现在就是我为做正转证明，因为无量寿经他做导航，就是阿弥陀佛做证明，因为无量寿经他是读经明理，他让你明理。另外无量寿经西方极乐世界的美景全在里面，众生一看就能明了。就是我用我的亲身做证明，用我最后这个生身做证明，就是那我做这嘎达，我那个就是精精神神的，我先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美景，我往生前后的景的瑞相，我都写出来，我先写出来，好像这种表法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，就是其他的有没有这个表法，我就是要用这种形式表法。这样的话，一兑现，因为阿弥陀佛48大愿，他5劫修成功的，愿愿都兑现了。那我这个呢，一定也能兑现。能。有佛菩萨加持，有龙天护法善神的护佑，我想我一定能成功。我成功了以后，给后辈的人哈，后世就是还有9000年这个苦难众生，就是他们能够就是走捷径之路，一看。你看就念阿弥陀佛就成功了，而且走的就是瑞相和他所写的那个对起来了，这样使人能够信服，心服口服，所以吧才能增加学佛的信心，佛法才能个就是久住，佛法住世才能久住，法轮才能常转。现在吧就是我只能用这种形式，因为我70多岁了，那个只能用这种形式吧，去做，尽到我自己的一份心力吧，希望都在后边的这些众生的身上再去实践，就是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
弘扬下去。我那个就是后以后的弘法，承传之人。现在吧，佛法思维，我有一首偈子告诉我，就是说的，现在虽然是，佛法处于思维时代，就是那个，春那个美丽的春天，很快的到来，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法从现在开始，逐渐逐渐的就在兴旺发达起来了，所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安慰，欢喜，哎。好，对。我这个女儿吧，非常坚强。现在吧，就是我该跟她说的话，我都交代了。那个孩子总问妈妈，你那天跟我说，你那个妈妈，你还也你觉着，现在吧，你有没有什么遗憾？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嘱咐的？我跟孩子说了，我说的，妈妈今生没有遗憾的事，妈妈今生非常满足。在现在这个时空点上，你们四个孩子就是没让我操心，就是那个打打杀杀呀，就是这些个不良风气呀，在我四个孩子当中没有，所以吧，我就感到特别知足。就是在生活当中，虽然那个生活现在生活照以前是，好多了。就是我这一生当中吧，生活比较清贫，我没有积蓄。我那个那年说我要走的时候吧，我给孩子留下了一份嘱咐，我说的妈妈一生吧没有积蓄，也没有财产，妈妈吧给你们留下的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，你们吧要如果是认识了这四个字，我说的那宝库里头什么宝都有，如果你们不认识这个四个字，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。我就这么给孩子吧留下了一份嘱咐。现在吧那个这个姑娘说的，妈妈就问我，我说的吧，我这一生当中没有遗憾，就是从那个，从小，虽然对父母有时候也父母生气，孝敬是那么圆满的吧，那个，但是呢，就是从那个童年到青年，到中年，一直到晚年。我吧就是说的在社会上工作28年，工作从来吧认真负责任。我吧我还给你们讲一个简短的事儿。我是五四年下半年转到这个那时候叫职工子弟120厂职工子弟学校，那个那时候吧，我转了那年13岁，那是我小学的6年级下半学期，完了转年我就升中学了。妈妈，坚定信心，念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孩子放心吧，妈妈一定能做到，而且做得出色。这个姑娘相信，因为姑娘曾经对你说过，如果人世间要是少了一位慈母，那么虚空法界呢就一位多了一位救苦救难的佛菩萨。阿弥陀佛。对，姑娘在这儿呢，感谢您老人家对我这么多年来的那个养育之恩。阿弥陀佛。
这就是姑娘想对你说的。嗯，不要掉眼泪，妈妈相信我老姑娘会把妈妈送到极乐世界那个美好的家的。我也相信我老姑娘将来也一定能够回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咱们一定能去啊！咱们都到极乐世界团圆，嗯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世间再好的宴席也有散。在亲家母这个家庭眷属也有分离，对不对啊，姑娘？今生做您的孩子，也是来成就您老人家的。谢谢老姑娘。嗯，这个眼泪呢是高兴的眼泪，也是充满了那个感激的眼泪。是这样，妈妈明白？是这个。嗯。有一首偈子不曾经告诉咱们俩吗？嗯。今生母女，昔日友。嗯。今此生修行就是共回家，嗯，啊，有一首偈子不也告诉了吗？嗯，就是说的，佛菩萨慈悲，就是为了，就是安慰咱们娘俩吧，也是说的真心，佛菩萨说的都是真语吧？对，就是，小小菩萨。灵性高，可惜往事未了道。今生跟母同修行，六道轮回完结了。阿弥陀佛。嗯，孩子是不是？嗯，那就是佛菩萨现在就给你印证了，肯定能回家。能，一定能回家。嗯，都回家。嗯，妈妈知道，高兴的眼泪。对，妈妈流的是喜悦的眼泪。不走心。对对，哎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谈不到开始互相切磋。我呢是91年，91年吧，请的佛菩萨。当时呢，我吧，那个就是，那个。我妹妹是，先开始请的佛菩萨，后来呢我就闹心，完了我也开始请佛菩萨，虽然请了佛菩萨的形象，但是吧当时吧，并不就是懂得其中的含义，只是吧心里头欢喜而已。我这个，那个一生当中，就是那个人家说。那个念经啊念咒啊我没有，我就是吧一句阿弥陀佛。因为我从小吧懂事的时候，我妈就告诉我观音菩萨阿弥陀佛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所以吧就是说的念经念咒我都不会，现在我就会念往生咒，其他咒我什么都不会。那个观音菩萨呢大悲咒吧，那个我妹妹都把那个白话给我住到下边，就是不上心，嗯，所以吧，就是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因缘，不要去执着。现在吧，就是到关键的时候了，要万缘放下，来一个大孙子是好事儿，这当爷爷奶奶的这隔辈人呐。这个疼孙男，在这人世间疼孙男孙女，这都是正常的现象。但是现在咱们都是学佛人，我吧，那老姑家就这一侄子人，我吧那个，人家为了要人，我生了一大堆，生了4个女儿，1个儿子，现在呢1个孙子，千万千万要放下呀。我开始最放不下的就是孙子，就是孙子，因为那个我那孙子懂事儿，完了现在吧，我全放下了。头一个阶段我有点放不下老姑娘，因为现在毕竟是她一个人，现在这个我也放下了，一切都交给佛菩萨，人嘛说好说，我吧，交给佛菩萨了。
不是口上说交给佛菩萨安排了，其实佛菩萨真给安排，你交给佛菩萨，哎呀，就是非常方便，咱们又省心又自在，什么都不用咱管了，咱就已经阿弥陀佛了。现在呢，就是，我这个全放下。这个老法师不说了吗？净空老师不说了吗？人生佛法为了，佛陀不也教给咱们吗？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四种缘。而你从那个这个形体上看，这个假的来看，哎呀，儿子呀，姑娘啊，孙子呀，孙女啊，那就是说的是今生的缘，什么缘？就是那四种缘。咱们人生不懂啊，所以把假的当作真的了。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姑娘，全都是假的。现在都明白了，咱们为啥还拖着这个不放，把这个斩断？不是咱们心狠，众生平等，众生平等，就是说的为了永久的快乐，为了那个真我。哎，找到那个真我，现在咱知道真我是谁了，咱们丢掉假我，把那个孩子放下，该就是事儿不放下，心要放下，该帮助儿媳妇照顾孩子，照顾孩子，力所能及，千万不要累着，年龄毕竟不饶人呐，心一定要放下。现在咱们主要任务是回家，这个是大事。我呢，祝愿你吧，将来咱们这些个，老姐妹儿，这些个兄弟姐妹，咱们吧，都能回家去团聚，到咱们永久的故乡去团聚。现在今天早晨我们起来，可能是这个也是佛菩萨的，因为我每天早晨我知道今天那个弟弟你们过来。因为弟弟跟我打招呼了，那也就是跟我往常我早早就起来，今天早上就躺着不起来，就躺着不起来。那个孩子过来问我妈有没有什么事，我没有啥事，我要躺一会儿。可能吧，就是给你表的这个法。你看我活动，今天、昨天还能稍微活动点，一点都没活动。那小媳妇把我拽到这块来。不然的话，我就从那个位置到这，现在我半个小时能挪到这块，今天干脆就挪不到。所以吧，关键的问题一切放下，不要执着，自己一切事儿都是假的，自己这身体都保不住你，是不是啊？你况且别的了。咱们今生今世今世最大的幸运，遇到无量寿经下莲居岛居士这个汇集本，咱们呢又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大经科注啊，咱们又遇到了净空老恩师苦口婆心地给咱们讲解，让咱们明理，让咱们尽快地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现在咱们知道了这个事儿，咱们吧就一定吧，报佛恩怎么报？咱们一定成就才能报佛恩。只有成就了，咱们呢现在看到众生这么苦，成就了以后，咱们分身无数阿弥陀佛一样啊，咱们就可以有那个能力了，虚空刹土应我行。哪块众生苦难众生需要我，我就到哪块去，让这一方的众生，就是说的离苦得乐，大家呢，都成佛，那样就是宇宙和谐，世界和谐，人人也想太平。我吧学的，因为我吧就是读经。无量寿经我读过，但是我读过遍数很少，那时候就在树林那五个月，我度了在他那，他搁佛堂早上上早课，我搁这屋，我就度回家，那个条件不一样，
不要吧，就是那个人家哎呀这么做，不要吧，去个人有个人的姻缘，别人怎么做，那个的，不要去按照他那个去做，人家可能就那个缘，就是根据自己。你看现在，睡人一天磕头磕四五个小时，就2003年的时候我在那，他早晨也磕3个多小时头，我磕10多个我就磕不了了。那后来我就一切顺其自然，一直到现在。现在说的那个绕佛，那个拜佛，那个我现在做不到了。那个，所以我就是一切随缘，我就是也没有早课，也没晚课，就是心里头念阿弥陀佛，我想起来我就念。该干活的时候吧，那个，那个没念，没念就没念，不是嘴上念。那时候也比较认识的吧，不明白。就是哎呀，这嘴没念阿弥陀佛，怎么又间断了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不是你口吧，不念佛这就间断了，关键心里有佛。现在呢，我有点不谦虚了。今天，老板，今年就是那天我搁树云呢，就是那个老法师讲的光碟，我就记住了4个字儿：控制占有。其他的我都没记住。就是说你记住一点，你做到一点，你按着那个去做。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我就盼着家人，哎呀这佛好啊，大家赶紧都进了吧，适得其反。孩子们吧还烦恼啊，你说你一天嘛，我外甥女的话说我大姨一天神叨叨，她说我神叨叨。明白了以后吧，我放下了这个，那咱们不就叫执着吗？那名字叫私心吗？啊，你的儿，你的女，你这个小圈子，尽量的放开。你这个小家实际是假家，那家，那天是什么？那个家叫，那个底下那个字念什么字？那不就是猪吗？啊，那不就是猪吗？那个上边那宝子盖，那不就是一个矿吗？你实际吧，把你放到那里了，那就那是啥家，那个假家。所以咱放下假家为大家，那多么自由自在，多么潇洒呀！我，现在呢，就是讲着科柱，讲着大经节，科柱我没看完，大经节我全看了。现在我又记住俩字，记住一个换心。天明嘛，怎么样换心？大姐，怎么换？讲讲怎么换心？就是老法师不说了吗？把其他的，那个拉拉杂杂的东西，都从心中把它那个，把它那个清除出去。咱们垃圾了，都把它清除出去。心装什么？装阿弥陀佛。把阿弥陀佛装到心里，那个咱们学佛人修的是心地，从心地上修，所以吧，把阿弥陀佛装到心里。我常常说有点不谦虚，我现在虽然是没全装进去吧，大约也有80%-90%了吧，有点不谦虚，对不起，今天可能就是机缘成熟了吧。我现在说话，我也是说完我就忘，我不知道，就是现在就是该说的可能就得说了，因为阿弥陀佛，我和阿弥陀佛沟通的时候我说了，我是你的学生，我是你的忠实学生，因为我听话，所以吧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现在阿弥陀佛给我这么个使命，让我吧，在有生之年，就是说的跟大家再解解这个法缘，我就全力以赴。我每天的早晨起来，我就说今天呢，我起来了，睁开眼睛，我又可以吧，为阿弥陀佛当一天义工了，我又可以为虚空法界、为苦难众生念一天佛了，因为现在我一天就这么坐着，所以呢。
因为每天我快快乐乐的。你看孩子上班吧，就我一个人，我把那个光碟吧，那个小有个小光碟机在床上，我打开以后，第一个建筑那个老法师讲那个特助后边不是那华藏三圣吗？哎，我第一个亲近了佛陀，那华藏三圣显现了。第二个老法师跟那个讲经，我和老恩师天天见面。不是说现在有些人吧，哎呀，我那个怎么想办法我上香港啊，我去跟老法师见个面啊。实际这个吧，我不知道说的可能不太恰当吧，那个不一定，因为不一定说你见着老法师你就能够得到什么，该得到的不用见老法师你也自然就得到。所以吧，现在有些人攀比，咱们不攀比，咱们也不羡慕别人，靠自己。就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，就是那个师傅领进门，你修行在个人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老法师在澳洲学院建立十年了，那个学院宴庆的时候，老法师不那个光碟我看了，他不感觉心里很难过吗？十年了建这个学院，没有一个成就的，那在老法师身边呢？人家两个那大人那叫那叫什么树神成就了，这是对老法师的最大的安慰。说哎呀，给我最大的安慰，两棵树神成就了。人听老法师讲的，听明白了，人家往生了。所以咱们现在你的任务是什么呢？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随缘。那个老大姐，我再问问啊，这个你呢？这个2008年这个得的骨癌，这条腿锯下去了，而且呢，咱们家生活条件呢是比较差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每天来的话呢，都看见你老人家呢乐呵呵的，是啊。你这个是怎么样的？就感到呢没有这个病痛的这个样子。而且呢，虽然说自己行动的话呢，不能下地了，哎，就在这个床上了。但是呢，我每次来的时候，都看见老大姐呢满面笑容，没有呢一点忧愁，而且呢法喜充满。你这是从哪儿得来的这样的最好的这个事情？是从哪这个做起的？是吧？能够呢这样的法喜充满。能够你天天笑呵呵的，哎，没有这个病苦。按道理说，这个腿都锯掉了，是不是啊？家里头呢，也没有谁，就自己在家，天天的呢看呢，无量寿经和看净空老法师讲呢《大经解演义》，和学华严奥旨《望尽华严观》。我每次来这儿，你都在这个小床上这个天天的这个看，是不是从这里受益了呢？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，怎么样的话呢？这样的欢喜，一点痛苦没有，就是无穷无尽的力量，都来自于阿弥陀佛四字洪名。我念佛，我念阿弥陀佛。我为什么念阿弥陀佛？因为就是我那个莲池大师，他不讲了吗？他那个问他的时候说的，你念，他说我那个你让别人的时候那个大德。莲池大师嘛，那么咱祖师大德嘛，就是那个问他的时候说，你教别人念佛，你怎么念佛？莲池大师说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说那你自己念佛得怎么念佛？我就是四字阿弥陀佛。我在那块儿吧，受到了深深的启发，也是我的自信，就是。显现的吧，我身不由己的，我就开始吧用四字阿弥陀佛。这四字阿弥陀佛，我就觉着吧，念非常爽口，哎，念了以后吧，心中啊就是特别清凉。所以我始终是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，
这个我那个手术，那个就长话短说吧，我这个腿得当时告诉我，告诉我就是骨癌，我自己也知道，完了是，过去的时候吧，因为我不明理，就是给我的信息，佛菩萨感应我不明白，我老怀疑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这个腿我因为长在我的身上，我自我感觉是最清楚的，我也知道这个确实是骨癌，但是别人的骨癌疼的也受不了，我也是疼的吧，也受能也受得了，就是那个我发心不做这个手术。我病重的时候，这个腿那个6年，到最后什么情况呢？这个腿22的裤腿棉裤腿穿进去，那个箍的等等的，前头呢这是大硬包，前面连着3个软包，那个脚趾盖都黑了。这样呢，就是我说的，我不伤害这些众生，我念佛回向给他们，让他们跟我一起念佛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家。后来呢，那你还得一切恒顺众生。这晚上甭家疼的坐起来，家庭都翻天了，承受不了，老头儿子媳妇儿姑娘姑爷都承受不了。后来我一想，可能当时我不知道这个，可能就让我这么表法吧。当时我不知道，我那个就寻思为了恒顺众生，那就做手术去吧，而且手术非常快，咱们就长话短说，做完了手术以后，一点罪没遭，一点也没疼，手术前手术后，这个一点疼痛感没有，而且吧，跟人家吧滔滔不绝的，讲佛法，我这人嘛，嘴不会说，有点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办，那进到手术室以后，人家说，老太太你睡觉吧，那我两个眼睛瞪得像流流似的，我也不困呢，滔滔不绝的跟人说，跟人家在下边做手术，我上边跟人闹，就是跟人说，这个佛法，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，手术前后情况非常，就是一点也没走进佛力加持，而且给我做手术那个大夫，他是肝癌，做完手术刚3个月，上班第一例接的我这个手术，他在手术室3个小时，他那个就像好人一样，就像没有病的人一样。第二天给我换药的时候，5分钟就豆粒子汗珠子就淌下来了，不行了，告诉那小大夫快点，我不行了，挺不住。佛力加持不可思议，所以坚信阿弥陀佛，咱们就举个例说，就是塔尖儿，是不是啊？它最精华的呢，那又省事，是不是啊？又不费什么劲儿。手术以后回家来，才能那个弟弟问我了，回到家来，我那个拄着那是拄拐，就是单腿跳，我还在为家庭服务，擦这个盖儿啊，做饭呐、给他们。后来那个第二年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洗衣服啊，我拄着拐。第二年时候吧，我就觉着，那衣服装到盆里了，上阳台去晾，我不能端呢，端这个拐就没法办了。我就拿那拐一点点的吧，往外头怼到阳台上，我这身子倚到阳台上那个墙上，我再往外晾衣服。就是我因为我寻思儿媳妇儿干活挺累的，我尽量吧让他们给他们减少负担，我能做的。后来吧，衣服晾不了了，我就佛友们去吧。我心里头就是为什么老欢喜的，就是佛力加持你，你心中只有佛，你没有那些拉拉拉拉，这个是垃圾装在心里头，
自然的吧，你就那个法喜充满。原来这个名词吧，我说什么叫法喜充满？不明白，就那种快乐，你用语言形容不出来，说不出来。它不是像咱们哈哈大乐，不是那个乐，哎，也不是说的抿着嘴乐，也不是那个乐，就那种乐，你那个亲身没体验到，你就是你跟别人说，别人不明白，你自己也说不明白，所以就是因为我发心了，舍掉小我得大我，舍掉大我得无我，我呢那个放弃小家为大家，我发了这个愿。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？去年1月2号，突然的，就是这个房户搬走了，就这么一个机缘。就把我吧，就老姑爷就把我接着，2003年他就开始吧，让我过来。他说：“妈呀，他说这他们吧负担都挺重的，我们有孩子，那个完了那个，你上我那去吧。”我说的不能去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儿子，儿子吧可孝顺了，我走了人家会误解儿子媳妇的，这怎么的？老太太走了是不是对他老太太不好啊？我说的那对儿媳妇的压力大，所以我不过去。这是既然成熟了吧，我们才能说了嘛，就是佛菩萨加持你，你把什么都交给佛菩萨安排，那什么事都不用你操心了，到时候给你安排的，哎，给你安排的吧，就是可细致了，可全面了呢。就这么到这儿来吧，这不今年将近2年了。时间了，快到2年了，到这来给让我干啥来了？到这来给我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，你看，老丫头上班了，我自己，听着碟，有时候佛号吧，就听着听着佛号，就是，自然的就起来了，他起来我就念，不起来我就还听。现在因为我不能活动了，那个有时候困，人嘛，他执着吧，这个真是得难改呀、啊。说好说，开始的时候困吧，我就强挺着，可是吧挺不住，我就寻思人说昏沉，这段经没听着。后来吧，我就明白了，那我这个条件，困就睡。有些打个盹儿，那边讲着呢，我这边就打个盹儿。关键的时候，一下子这眼睛就力量起来了，就精神了。关键的地方，能让你听住。哎，就是老法师讲，就是那个举例子，反反复复举过的那个地方，他让我睡觉，困的话就糊涂一会儿。关键的时候，他讲正题儿了，那个马上你就精神了，可有意思了。所以佛友来了说，那个你寂不寂寞？一天天就自己就在家这么坐着。我说我不寂寞，我也不孤单，我一天的生活吧很充实。我说的话心可清净了。你看我自己，这俩猫儿是我的伴儿，俩都在我这趴着。一早他就过来了，晚上吧你不让他过来，那个都给他猫。我听说这个猫你老也给皈依了，也吃素食了。吃素食啊，这个猫吧不可这个别看他现在吧他穿错衣裳了，他那个和咱们一样，只不过形体不一样而已。上一前在他前一个猫这个走的时候，不知道他吃什么中毒了，死了吧，我承受不了了。那个猫长得可漂亮了，那个是给佛友给老鸭送来的。完了，那个猫在他家受气，养了14个猫，她丈夫老打那个猫。后来我就跟我老鸭商量，我老鸭说：“你不能给我拿多了，就能给我拿一个，因为我倒班，当时家里还有2猫。”就这么把那猫拿来，
那个人家那主人说了，说的吧，我们这猫吧都是那好品种的猫，你那个就是那个给我起个好名字。我说的，他顺嘴又说了一句，我们这个穿着貂来的。我老丫一听说穿着貂来的，秋夕大姨娘，那球球吧就叫个球球。他往生的时候，他是表的那个法。当时我承受不了，你看这个吃毒，吃什么中毒了，最后场面，那个老丫没让我看，他说妈你。这猫都往生了。往生了。啊、你说那个吧，往生表的法吧是怎么表的？当时给我哭的。告诉我了，球球本是佛法僧，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来表法。具体那句子，给我三首句子，告诉我，他说的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表这个法来了。那个现在吧，人家完成任务了，人家吧回归自信了，回家了。嗯，在那当时我还有点忽忽悠悠的，哎呀，这猫给这句子。因为我为什么相信我妹妹两个猫往生，我妹那我在家，我妹妹在她那边猫往生，她给我来电话，她说的姐姐那个开始那个虎虎往生了，她我还哭，爹爹你们都知道，完了心思我一说姐还给哭，我一点没哭，反而高兴，哎呀我说好事好事，我说的吧那个。他那叫虎虎，花嘛。我说的，哎呀，虎虎吧，那时候还不说回家，就说，哎呀，虎虎成佛了。我妹妹说的什么形象，我就给他，说那个形象。他那个就是给我那形象，就是咱们人的形象，不是他这个皮儿的形象。所以他那两个猫往生啊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个走了，他来了不到一个礼拜，那个猫走的，走了吧，那个那屋那个小黄猫，是人家扔不点儿，可能刚生，完了就是捡回来的，这个是自己来的，说什么了就走了。那天嘛，坐那嘎达，因为他们吧，我老姑爷吧，都给他们买干吃，我老姑爷就是吃肉。吃鸡肝儿，专门吃鸡肝儿、一箱一箱的外国买肝儿。我老姑爷对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似的。那个还有五大肝儿，我就说，我说的，黑黑呀，我说宝宝啊，那个因为那个猫来的长得像小熊猫，熊猫宝宝，就给他起个名叫宝宝。这个来了吧，就说，哎，我老丫老说他长得。你长得不漂亮，管你叫黑黑，叫两遍他就明，他就懂。你再招呼他，他就知道叫他。你要叫宝宝，人那也就过来了。你要叫黑黑，他就过来了。我说给你们俩人在地下呢，坐着。我说给你们开个会，商量商量，给你们皈依了，你们都是小佛子了。我说的还有五袋干，这五袋干你们吃了了。我说的你们都是小佛子了，这五大干不能浪费呀、是不是啊？我说的这五大干吃了了，你们都是小佛子了，一大干一只鸡，我说的一只鸡是一个好朋友，我说的众生平等都一样啊，我说的咱们吧，结法缘，结善缘，结佛缘呐、咱别结恶缘呐、你吃它，你不伤害了它吗？反而。我说的这五袋干吃完了，咱们吧就吃猫粮吧。俩人都从羊窝瞅着我，搁地下坐，都从羊窝瞅着我。我寻思说完了就完事了呗。他没能那五袋干吃完呢，你就不吃了，就不吃了，就不吃肉了。就不吃了，干了。就不吃干了。现在呢，就是那个小猫嘴巴有毛病。现在我说的咱们开源，那个他不吃三天，饿的都起不来了。刚开始不知道，就以为他有病了。我说的吧，咱们开源佛法，活活活活的。我说的吧，给他这回就买那个肝，自己回来煮，他不软乎吗？那个就那样他吃还费劲呢。我说的吧，这个
咱们开源一个，就是两个猫食盒并排的放到那块儿，这个连闻都不闻，连瞅也不瞅，吃它这边是盒的猫粮，那个吧过来吃它那个肝儿。现在不单是肝不吃，肉不吃，连鱼也不吃。嗯，鱼都不吃。连鱼也不吃，一直到现在，猫最爱吃鱼吧？对对。那个过春节，分那个带鱼，老鸭子说的怎么办？做完了给我爸爸，因为我老爹他现在不吃做，给他吧。那个要不时间长了，他都变散。做完了以后吧，就是给他拿一块，给他拿一块，到那嘎达了，打个转就走了。哎呀，老鸭说妈呀，现在鱼他也不吃了。到现在，哪个所有来，现在我都说这个猫呢，这个猫成的，说那个呢还差一嘴，差一些。你看他，虽然他这个现的这个畜生身。他也是来表法的，那个球球他表的啥法呢？他抓巧，他抓那个老鼠，他抓过来他不吃，他不是说的抓过来吃，专门晚上出去抓，抓过来把嘴叼着吧，他回来他招呼我老姑娘，哇哇哇，那声音嘛，他一是那个声音，保证他叼着物来了，我老丫头翻身就起来，起来一看不是巧就是老鼠。要伤的那个吧，就是能够放生的，我老丫给上上药，全给放生了。死那个吧，老丫说妈，我也不会念什么，我说你就念阿弥陀佛就行，念完阿弥陀佛，完了是能埋呢，那就是，就是那个也是随缘了，你能埋你给他埋上，不能埋，找那个赶紧塑料袋给他装上，就这样。他是表的啥法呢？你看他杀生，他不抓巧，抓老鼠吗？他表的是杀生，就是说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最后人要他的命。哎呀，折腾的呀，不是好生教的。哎，他表的是这个法，就是说的花草树木都在表法，花草树木都在表法呀。嗯。刘大哥哥多吃。哎呀，今天把我们有缘的众生都给他拘来，上西方极乐世界一块走啊！吃看大姐瞅着这个高兴啊哈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看老妈妈吃的那么香，我在抢镜头呢。咱得吃一年，大约有一年了吧？不吃水果。哎呀，今天吧，两位大护法在我身边高兴，还吃了。阿弥陀佛，是吧？是我两位大护法呀。阿弥陀佛。哎呀。关键的时候，时时都来到我的身边，感恩感恩，感恩。这我知道，那个这两位大姐照顾老人家照顾的是无微不至的呀。我来到这儿一看，我特别受感动，尤其是这两位这个徐大姐，徐大姐为老人照顾的，你看看，吐了这个，太周到了，为想的也周到。没说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缘不亲，法缘亲呐、啊，这就是法缘。嗯，没事，吃吧。法缘胜过一切情缘。人世间自己吃自己的，自己吃自己的。阿弥陀佛。今天两位大姐陪着老妈妈多吃，老妈妈高兴啊。我也吃。酸甜哈。对呀、啊，你也吃。还有葡萄呢，不要啊？我要给你拿点葡萄。要。对呀、啊，想吃啥就吃啥。看看老妈吃的，一年都没吃水果了。看见你们这两位，一年都没吃。大护法就是来了，老妈妈高兴。昨天咬一口，完了嗯，哎，老婆子咬一口，哈哈。婆子咬一口，剩下的还吃。
老妈妈有今天，你要说点儿啊。老妈妈今天的成就也真是跟她老姑娘是分不开的，老姑娘护持的好啊，真是孝道圆满了，是大家学习的榜样。你去吧，你去。啊，有盘子。换一个方式，我们再吃葡萄。啊，葡萄含义很深，不吃了。葡萄吃一个，吃一个。阿弥陀佛。来，谢谢啊。那个劲儿。好啊，谢谢。在别人课时候，你就光吃你们那个软的。酸吗？不酸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现在呀。看你们老姐仨多快乐，吃的是橘子，吃的是葡萄。再卖，咱们在七宝林七莲花上，那个西方极乐的树果，咱们先尝着呀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份光啊，这份光，哎呀，快来，快来，快。阿弥陀佛，咱们了，谢谢。哎呀，真好，咱一把阿弥陀佛，太好。阿弥陀佛。那各位大德居士，那你们就多吃点。谢谢。非要更留点。那不用给我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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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吃这个先，你吃。我吃这个。再来一个，你再丢一个。啊，行。我不吃了。你不吃了。我吃完了。你吃好了。阿弥陀佛。吃饭还给所有来此道场的众生。还有。哎。还有那些呢。你知道。啊。我吃完了。老妈妈要讲话了。所有的苦难众生。行。都吃到了此。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的圣果都成就，陆续都往生了。阿弥陀佛。